所以实况屋的都是妹子，不是汉子。没有啊，我只跟妹子还有八七讲话。所以，我就不说所以什么，大家都懂。靠！我直接随便弄一弄，粉丝数就超级多了。哎、欸，我想到了，这个人是要怎样，他才跟我慢慢打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有人记得我是要玩什么？是玩这个吗？干这个 Super Harry 要玩到多少分啊？这 Super Harry 要玩到几分？赛车另外一边呢、啊？赛车是那个一马那边的，一马我已经那个。密码我已经完成了，可是这个 Super Harry 很难耶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哦，不是 Super Harry， 是 Space Harrier。宇宙を駆けるで。えっ、アリア。第一次玩就290万啊，是不是300万吗？干！他妈开一下聊天室就死了。百万分 ，OK。先撞到树。我打死湖海女神龙。藏到屁屁啦！啊！完了！200万分够吗？因为我左边的 top 已经250，一万分不是吗？为什么我之前没有触发？啊！撞到头！
他们有要理我的意思吧？还是要300万？哦，他跟我讲话了。有点想抱我，在打的时候被人抱，没办法专心。不是电影会被骂吗？这电影有这么好玩吗？打起来很刺激。你是常打的人吗？我觉得金句子，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啊！哎，我今天一定会把这个金句子弄到死。哎呀，真岛先生，请您慢慢打哦。宇宙を駆けるで。えつ、ありゃ。为什么第一次我290万分没有拿到，因为他没有理我啊，是因为那时候太早了，登岛那时候还没有登大浪。不能撞到树，然后用这个玩类比好，用类比玩这个手好痛哦，说实在。哎呦！打不到他头，哎，他死了，这次好快啊！哦！苦海女神龙。哎、欸，我的妈的！剩两条命了。别跳起来啊，干！输了，进到第三关了，各位。外星人关，这操作溜不溜啊，各位？觉得666的打666，觉得自己是87的打87。
你真的很喜欢打电动呢，呵呵，肯定拭目以待喽。所以要继续玩是不是？嗯。他自己在玩。100万分，100万分也要跟我 PK？ 闭着眼睛就跟你都赢你，有奖品哦。宇宙を駆けるで！闭着眼睛都赢。条命哎，要玩不到100万分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已经赢了，可以自杀吗？哎、欸，我是故意要自杀的哦。不小心死了。
奖品，优质铁。妈的，一个店员每次送人家礼物，送人家铁是怎样？请慢慢打哟，爱心。我要再自己打一次。打铁。911米打铁。我刚刚讲话他不理我啊，是要跟他讲话吗？我出去好了，出去重进一次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才从外面进来啊，所以我现在应该是还要再那个，还要再弄一次吧。对啊，所以我应该要再破一次自己的记录之类的，或者是要破到400万。宇宙を駆けるで。えっ、ありゃ。别说了，这是屌打。我觉得这一波操作666的打666。觉得我会马上耍87的。都闭嘴。免得我等一下真的耍87，你们会好像预料到一样，觉得很开心。
喂。白痴，这个。别开玩笑了，大哥哥！为了增加一点戏剧效果，不得已耍一下白痴，只能跟你们说，技术好的实况组真的很辛苦。那别说了，他还是一样可以跟我讲话。其实他已经是300万分。哦，200万而已，屌打，轻轻松松，来 PK PK， 哦，又来了吗？让我很有信心嘛。要是我输了，就为你做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吧。又来了，干！我上次已经被他骗过了。如果想要看上一次。重生一马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点奶爸那个实况精华。如果你赢了我的话，我就为你做件特别的事情哦的那个精华，可以点一下。你觉得那个是什么秘密？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着迷的。其实，怎么那么大一包啊？宇宙を駆けるで。えつ、ありゃ。又要进了，真希望进。Space Harrier， 哎，小时候有人真的玩过这种机台吗？就这一台机台啊，不要说这种啊，这种应该很多人玩过。有玩过这一台机台吗？没玩过的，有玩过的打个加一；没玩过自己又是白痴的打个八七。
聊天室一堆白痴。啊！200万分说真的太简单了吧。我刚破到一关半就200万分了，虽然但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必要硬要刁难你，不让你看影片，他就给你看就好了，说实在的。他只是想要你用你看个片片而已。喂，没事啊，这个闭着眼睛都赢，你看我闭着眼睛哦。你看不就赢了吗？敢闭着眼睛一下就死了、欸，还好还是赢了。对，看你妈的，内内冲他小。好厉害哦，正道先生真的好会玩哦，嘿嘿。我这练这款可不是练假的。这样的高分我超越得了吗？只要肯努力，近日子你一定可以的。运动跟现实竞技一样，重点是不要放弃，要不断练习啊！呼呼，你果然人好，不像外表那样。不是要进那个的吗？那个要进那个，我完全忘了掉了，呵呵呵。又要马上又马上进，又有点困难，要先做点准备，先去便利商店一下。李丁，此矿屋是不是只剩下我最孤单？不会很孤单啊！你们这么多人在这边陪着我，对不对？拜托，店长进了这一台，哪一台啊？幻想空间。今晚上就来驾驭你吧。